生技大厂 F 龙登受惠于中国大陆进入了春耕旺季，再加上欧洲药证效益显现，上半年 EPS 有机会挑战1.5块。法人表示，龙登下半年的营运因为受到了杀虫剂新产品即将在中南美上市，今年的营收渴望超过100亿元的水准，每股税后盈余有机会回到4块钱以上。